凭借一曲《我的歌声》里走红的歌手曲婉婷，在今年年初热恋温哥华市长并传出婚讯，之后便很少抛头露面，一直旅居海外。但4月23日，传曲婉婷母亲因涉贪被哈尔滨有关部门拘押，目前仍在调查之中。据全民星探获悉，曲婉婷母亲张明杰是哈尔滨市一名政局级干部，出事前张明杰的职务是哈尔滨市发改委副主任，是城镇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。但从去年9月开始，张明杰被免去发改委副主任职务，11月被免去市城镇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职务，传张明杰因经济问题被拘押调查。而作为女儿的曲婉婷并未向母亲伸出援手，而是一直待在温哥华享受自己的生活。也有网友爆出其母亲入狱时，曲婉婷的生活并未受影响。凤凰视频为您报道。